呈现校园黑暗面，何润东编导演再兼制作。无线卫星电视台 TVBS 继续剧《十六个夏天》，找林心如担任制作人，创下好口碑与营收后，新戏翻墙的记忆在邀何润东统包编导演及制作，目前已售出中国大陆代理版权，让近来卖部环境艰困的台剧看见一丝曙光。尽管知名艺人转幕后制作有助成本回收，好的内容仍是成功关键。TVBS 戏剧制作部副总监戴天意负责筹组团队，居中协调，是促成合作的幕后推手，让平台打造原创概念剧的定位看见成效，最终目的是在重视内容的市场里占的一席之地。